为什么？小壮就疯了，你说这好好的一家咋就变成这样了？那大壮的尸体呢？已经下葬了。啊，这个您收下。哎，我来，我来就好了。那二位辛苦了，哎，走。我想见见他。请回避一下。你们干什么？师父，接着。林狗血。守阳原，百毒不侵。
修炼多年，就会去找他的有缘人。大哥，如果你承认他是人，他就可渡劫晋升。但偏偏在这个时候，有人害了他的有缘人，所以他才来报复。门头的粮，是你搞的吧？你都知道。所谓妖法一除，心魔难驱，自己的心魔还是要自己去。因果循环，道法黯然，老天自有安排啊。师父，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。说。你帮我工钱减了吧。要工钱干嘛？我不是读过两年书院吗？认识了一个姑娘，私定了终身。你可以啊，两年就私定了终身。再过七日，就是我上门提亲的日子。哎，没戏，人家是不会看上我们这种人的。不会的，师父，丁香不是那种人。哎，好了好了，给你了，谢谢师父。不是，师父。我要银子，你跟我这妖怪干嘛呀？你收了他呢，现在是他的有缘人，这可比银子值钱。师父，人家看不上你的。看上了？看不上？早就看上了。看不上？真看上了？看不上？师父，
这边，说吧啊，拿过来吧。老爷，你大逆不道，别过来，你过来我死给你看。我告诉你，丁家我说了算，你生是刘家人，你死是刘家死人。愣着干嘛？把这些都给我收起来，绳子立起，不许他离开房门半步，反了你了。帮我，啊！交给你了。撤！师傅，金钱剑断了。李泽，你先去丁家。我去办点事。是，撤。撤。公子，刘公子。哎，小红。公子，好久不见啊！哎呀，你别笑了，我们家小姐被我家老爷许配给隔壁村刘家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也别着急，这是我们家小姐给你的。小姐为了你可是费尽了心思，你可一定不要让她失望啊。要娶丁家的千金呢？什么？那丁老头不是把女儿许给我留下了吗？今天大家的活干得不错啊！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我也不清楚啊。这什么情况啊？老爷，我有刘馆长，这根本不把咱们刘家放眼里了。你出来，丁老头，你给我出来，出来！哎呦，刘老爷，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。有什么好说的？
你们丁家能干出一女徐两夫的事情，实在不要脸。刘老爷，这一定是个误会啊，这青天白日之下不可以胡说的呀，这街坊四邻他们都看着呢呀。嘿，敢做不敢说是吧？我不管，今天丁香就是我的。来人，给我夹！刘老爷，你不能这样呀！这样，这是不对呀！敢在我这儿撒野！我跟你拼了！老爷，你们丁家，你们丁家太邪门了，这把婚事我不要了，走。这老头有问题。你刚说什么？他会要饭，放我出来，我帮你收拾他。呸！想得美，谁知道你打什么鬼主意？公子，我们家老爷想见你。这就是我们家老爷。伯父好。早点回来，晚上还有好吃的。好，注意安全。哇，太上贪心，宁卑无情，居心负昧，保命护身，智慧明镜，精神安宁，三魂永久，快活。没有的，出来他就会死。我饶不了你！
住！小柔，小柔，你再坚持一下，爹带你去看大夫。坚持，坚持！爹，我没事的，我们回家了。爹，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。爹，我没事。爹，我们回家。好，回家。好。回家。柔儿，柔儿。林乔，我现在将衣钵传给你，但我们的路都不好走。也许会有人嫌弃你，也有人感激你。无论以后怎样，我都希望你能坚持做一名驱魔师。就是你小子闹得满城风雨，要娶我们家丁香啊！在下齐玉，乃是前朝贵族齐王的后代，在书院读书时有幸结识了丁香姑娘，今日特意上门提亲。什么玩意儿？前朝贵族，你有没有听说过？都没有听说过。伯父，伯父，哎呦哎呦哎呦哎呀！您想起来了吗？就是那个齐王的后代呀！哦，对对对对，要不然也没这么优秀啊！哦，哎呀，小伙子眼睛还挺有神儿，是吧？身材也挺魁梧，哎，转一圈我看看。哎呀，转的也挺漂亮。丁香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提亲的。哎，你来晚了，我已经被许配给刘家了。啊，这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怎么办的？只要你俩真心相爱，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准姑爷。哎呀，你看啊，你带来这么多礼物，我也没什么好回敬你的。哎呀，那我就回敬你一杯啊茶。哎，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来来来，哦，准姑爷，谢谢伯父。来来来，来来，准姑爷，小姐，老爷正准姑爷有话要说。我问你啊，你真的是前朝皇室？我其实是什么？
刘一泽，你着了他的道了，放我出来，我能帮你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我相信我，否则一旦露馅，丁小可嫁给别人了。我啊，齐月，你没事吧？陈姑爷，你还没有回答我呢。啊，爹，你就别问了。我是齐王的后代啊。嗯，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呢？可这是我的命啊。啊，对，你俩的婚事就是命中注定啊。丁管家，在准备晚宴，今晚给他们俩定亲。是老爷，我有话问你，过来。请公子，请随我来。公子请。哎，公子请。您早点休息啊。有劳了。哎，给我去。站住，别走。停。我要是松开了，你再扑上来怎么办？你把我松开，我告诉你个秘密。骗傻子呢你！你不想知道丁家老爷的秘密了？松开！哎！去你狗头！你那个小垃圾，你没有实力！给我！别误会，你听我解释啊，他就是我跟我师父收的一只妖怪。你骗人！我没骗你，我就是骗你，我天打五雷轰！亲娘，我真没骗你，他真的就是一只妖怪。是妖怪，他是狐狸精吧？呸！你才是狐狸精，我是黄鼠狼。对，他是黄鼠狼。你这，哎，不是，你别动。你去给我解释清楚！你把草人的绳解开，我就帮你解释清楚。不可能，换一个。那你回答我个问题。你问呢？妈留着。我像妖，还是像人？你……哦，我明白了。我是你的有缘人。如果我说你像人，你就渡劫了，是不是？不可能！我是一个驱魔师，我能让你渡劫？走！丁香，丁香，你把门打开，听我解释好不好？我不听。这不是你，丁香，你。姑爷好。嗯。丁香，你走吧，我不听。丁香，把门打开，求你了。不听，走啊。拉我也没用。一泽，
殿下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咱们用用破斧子，自己独立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别看了，快去给你们家小姐煮点糯米粥，快去。是啊。好好好。殿下。一走。殿下。有妖怪，有妖怪。别害怕，别害怕，有我在啊。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家里经常出现这种事儿吗？第一次。那你爹学过方术吗？你怀疑我爹？我爹虽然爱财，但他绝对不是妖怪。好，好。别急，别急啊，有我在，别害怕啊！别怕，有我在，别怕。老爷，给人家换一身新衣裳嘛，好不好？人家也想看。哎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听说我们姑爷啊，可是齐国公子啊！不足挂齿，不足挂齿。哎，咱们丁家能有今天的荣华富贵，那可是全仰仗咱大哥呀！啊，对对，大哥，赶紧的吧，让我们一睹风采吧！哎，我可是见过，那长得老帅了。老爷，让他们见见。啊，坐。小心！哎，这个是这是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丁香，怎么了？我伯父，咱们家里有妖怪。啊，妖怪？不可能！您再好好想一想，最近府上可有怪事啊？他来了，他又来了！闭嘴！府上失踪了好几个人，做了好几场法事都撵不走。闭嘴！家里确实有佣人失踪，可从没发生过今天的怪事。我觉得有问题，我要再过去看一看啊！站住！你往哪儿去啊？今天是你订婚宴。伯父，借一步说话。哎，具体怎么回事啊？伯父，这件事非同小可，妖怪看不到，不等于没有，他会利用人们的弱点，把我们变成他们的傀儡。你少在这儿危言耸听，这哪有什么妖怪？这哪有什么用？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二哥呀，你怎么搞的？嫂子平时吃不饱啊，你看这跟饿死鬼投胎似的啊！叶舒泰，你偷拿家里的钱在外面赌博嫖娼，没你还有脸了你？他疯了他！还有。你和那三个小妾的事儿啊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没有我看你是，我腻了你。别，这儿还有一个绿色的荷包呢，会不会有你们约会的字据啊？绿的。哎，都站着干什么？滚开！李慕年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家里有三个小妾还不够，你还在外面偷养亲人，不要脸！别打了！你答应过我的事儿呢？我，你答应过我，你会给我一个儿子。儿子，什么儿子？我不想再跟他过了。赵国豪小姐，快快快，都来出来找！都去那边，快点，快去那边找一找。找仔细了，搜，给我仔细的搜啊！你们俩上那屋看看。这儿呢？你看，杨柳花，抽陀螺。杨柳。
着。喂，回家了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回家，我正要给我儿子准备毽子，这是我儿子，任信山。这婆娘一定是疯了。来人，快拿绳子把她绑起来。赶紧的。妖怪已经不在他身上了，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？丁香呢？丁香呢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找到了吗？还没有。快找，快找！小姐，这边也没有。再好好找找。啊！传信息通八方，今朝有事来召请各路神仙速灵堂，集齐牛力量。元神恢复再来找你，你等着。三魂永久，暴丧气，集齐诸人令。居灵潜降，稍稍有所不慎，会被反噬啊。师父，小溪是好妖啊。记住。是。
哎呀，感谢大师，感谢大师！快把丁香扶到房间去。哎，感谢大师啊！小姐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这位大师是？哦，我是一个驱魔师。刚才那只狐妖狡猾暴力，多年前已经被我打败。我已经做了法阵，只要封住他20年，就可以将其消灭。可还是让他跑了。啊，大家不要害怕，他的元神受损，只要意志坚定，他就无法伤害我们。大师，那这位是？哦，师傅，这位是我的徒弟一泽，他与令千金暗藏情愫，所以特意前来提亲。啊。齐国公子，没错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呢就是我的师父，齐国的国师。你们不是，出去吧，你个骗子！那样，你们听我解释啊，开门，开门呐，丁香，丁香。客官，天色已晚，我们该打烊了。再等一会儿。好。你很喜欢丁香？我不喜欢他，我爱他。这是你的工钱。怎么这么多？你拿着这些钱再去跟人家提亲，好好说，不要放弃希望。师傅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我好歹师徒一场，今天就算个交代。像你这种没出息的徒弟，我真是受够了。以后你不再是驱魔师，我们也不要再见面了。哎，师傅，不要跟着我。师傅，师傅，你也不要我了。一泽，我们驱魔师的路都不好走。既然你有了喜欢的姑娘，就要好好珍惜。我真不想你以后跟我一样，以后的路师父不能陪你了。你。
我看到了。告诉你，你把我打死了，没有人帮你种田。你的元神也会永远封印在苍人里。你想干嘛？不如我们做个交易。要不是那个傻蛋当夜帮我渡劫，我才懒得过来找你呢。傻蛋，小溪是妖怪，但你放心，他会保护你的。对不起，我搞砸了，不过我不会放弃的。你说你是来保护我的，我们这是交易，交易结束我就吃了你。你说你好好一姑娘，非得弄得……你说你是来保护我的是吧？那你就得听我的。怎么样，这样就好看多了吧？这么好看干什么？这样才会有人喜欢你啊。什么叫喜欢呀？喜欢呢，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一种情绪，见不到他的时候会很想他，见到他的时候嘛，也就那样。总之呢，认识他以后，每天都有了期待。哦，原来这就是喜欢呀。有个喜欢的人或者被别人喜欢，都是很幸福的。那，你喜欢刘一泽吗？喜欢呀。你是怎么喜欢他的呀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们两个。
卖画了，卖画了啊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真计划，真计划，丁伯年真计。不是，你要画跟我说，你扯啥呀？谁让你在这卖画的？我卖画碍你啥事儿啊？就你这样还卖画呢？你给我动手是不是啊？来，给我走开！别打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别打了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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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了！哎呀！哎呦啊！给我走开！你们都欺负我，为什么我怀才不遇？为什么我这么穷？为什么我是瘸子？为什么都欺负我？下辈子让我做个有钱人！有缘人，你终于来了。不要走，我可以满足你任何愿望。有缘人，我在这儿，放我出来！妖怪呀！丁伯年，这是你唯一改命的机会。伯年，以后你养我，我让你家财万贯。恨我呢？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的？你这么贪心，总是想要更多的财富。为了我这么多阳气，我可不就出来了吗？你不要伤害我女儿，不要伤害我家人。那可由不得你。我跟你拼了！你的神力都是我给的，还想跟我反抗？死！男人呐，救命啊！大哥，大哥。
大哥。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嘘！哎，你都看到了？没有。我不会杀你的。只要你能够帮我恢复元神，我就不杀你。你不是一直想跟你哥一样？享受荣华富贵吗？啊！我给你啊，都给你。小姐，怎么回事？爹，小姐，不能这样啊！小姐，小姐不能这样。小姐，二叔，我爹他怎么了？昨晚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睡觉啊。胡说八道！你在养妖？养妖？你再胡说！我没有养妖。你们妇女一直在养妖。贵才家运亨通，昨你爹就是被妖怪反噬了，现在妖怪就在你身上。哦，原来那天晚上搞我的人是你。你看你看，他长得就像妖。对对对，就是。哎呦，我说的嘛，难怪你们家那么有钱，原来是养了一只小妖。来人呢，把他绑起来。二叔，你看看，我没有养妖。小姐，我没有养妖，不能啊，就是妖。放下我！放下我！小溪，你们看，这就是他养的那只妖。妖怪啊！妖怪啊！你才是那只妖。没错，我就是妖，但是他们不相信啊。今天我杀了你们，他们会认为是我杀了狐妖。臭狐狸！区区一只500年的小黄鼠狼也敢跟我斗！丁仲达，你大哥就是被这只妖害死的，难道你还想要重蹈覆辙？林九，他甘愿做我的奴隶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而且我的元神已经恢复，我不怕你。好，你跑一次，我就捉你一次，直到你灰飞烟灭。给我杀了他！是，狐妖大人。你，是九霄骷髅，是。
走！走！师傅！师傅！头上压住三昧火，肩胛吹灭两盏灯，老仙捆人要捆紧，这绳索就是你的搅魂幡。狐妖大人，我受不了了！尹泽，受惩吧！尹泽，尹泽，我控制不住的，快杀了我！快杀了我！小心！快杀了我！小心！快杀了我！小心！放住他！金光苏仙，复护真人，急急如律令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没事吧？没事。那狐妖呢？被我杀了。啊，师傅，你真厉害。我找你找了好久，别伤心了，有我在，啊。一泽，你喜欢我吗？当然了。是最喜欢的吗？怎么这么问啊？其实，我们也就认识不到两年，你能来赴约。我已经很开心了，还有我，丁香，你相信我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喂，啊，你越来越像个人了。怎么，舍不得啦？还要再扑我一次？别提了，别提了，别提了。对不住啊。
你再问一次吧。问什么？说好的交易啊。你一个驱魔师，现在肯为妖怪渡劫了？哎呦，你快问吧。好，那你说，我像妖，还是像人？你像人，一个美丽的姑娘。读完了。哦，或许都是骗人的吧。哎，没事儿，你一定可以的，继续努力，继续加油，你已经是一个好妖了。哦不，你已经是一个好人了。就送你到这儿吧，我走了，再见。你乖哦，走了，小姐，该出殡了。信我吗？信啊。那你听我说，你师父他……师父，你在说我？你想说什么？说。一泽，小溪，嘿，别过来！再过来我掐死他！小溪，你答应我不伤人的。孽畜，你死性不改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撤！撤！撤！小溪在劫持我的时候，给我留了消息，让我们去城东五里外土地庙找他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小溪，小溪，小溪，那株狐妖还在。因为林天师表现得过于正常，所以我才没敢讲。你怀疑我师父？怎么可能？我师父是驱魔天师，怎么会被狐妖控制？每个人都有软肋，这株狐狸就会利用这些。师父。孽畜，休要在此胡言！师父，怎么回事啊？他把你们骗到这里，好来吸干你们的阳气。胡说！你这只臭狐狸！看我灭了你！等一下，师父，小溪是只好妖啊！一泽，你们全都被他迷惑了。若要再拦我，休怪我无情！小溪，你疯了！我师父绝对不会滥杀无辜，你才是那只恶妖！真是不好玩啊，竟然被你们发现了，那就全部都死！妖怪，把我师父怎么了？我只不过变成他女儿的样子，他就下不了手了，活该被我控制，被我奴役。那我
我就把你从我师父体内逼出来。扶起来。干什么呀？
我坚持不住了，快杀死我！没用的，他下不了手。等等。你真的是没用啊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要！不要！林九，我才不要跟你一起死！你疯了！疯了！别起来！李泽，很高兴你能做我的徒弟。虽然我们驱魔师的路都不好走，但希望你可以坚持下去。会有人嫌弃你，也会有人感激你。你一定是一个优秀的驱魔师。小桥破了！师父，你老喊修桥铺路，什么是修桥铺路啊？修桥铺路呢，就是我修桥，你铺路，明白了吗？我现在明白了，你修桥，我铺路，一代一代过。师父，小溪就安葬在您身边了，还烦请您多照顾他。好了，师父他一生行侠仗义，现在一定到天上当神仙去了。还有小溪，他已经渡劫了，现在也一定投胎到大户人家当大小姐去了，还会遇到一个很爱他的人。皇家大公子好，恭喜啊，恭喜！管家，管家，小姐和姑爷他们跑了。什么？他们跑了？佛经团出事了，我得去一趟。我跟你一起啊。
我们的路可不好走啊！有我在，你一定好。撤！